尊贵的是否贵，晚上吉祥。尊贵的会长，晚上吉祥。尊贵的诸位大德同修们，晚上吉祥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共同礼佛忏悔，忏悔两舍以及管制的恶意恶习，誓愿一切的恶意恶习忏悔速得究竟清净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若离离间语，成众善法器，常欲佛法身，不归于断灭，得胜无染浊，陀罗尼宝藏，达生法海缘，速成无上觉。若离出恶语，常说柔软言，众生皆爱敬，灭先世罪业，令众常欢悦，成菩萨导师，知诸佛所行，超过第十地。若离杂秽语，智者皆爱敬，为他所发言，具获无功德，常听受圣言，恒心求圣道，圆满诸佛海，速得一切智。若离于贪欲，不诽谤圣教，供养佛袈裟，弘三乘圣道，当生净佛国，导师之所居，称与无上乘，速得最胜智。我说十善业，能去圣菩提，生长诸等慈，种一切法，持一切相，陀罗尼咒语忍地，每一地菩萨的认识都得以生长，能让各种等持、各种陀罗尼、各种忍地得以生长。此人大威德，能摧诸恶趣，破坏诸恶障，速证大菩提。若离于嗔恚，一向修持心，速及正等持，乐众圣行处，当生净佛土，远离诸恶恶。住彼正菩提，立离诸嗔恚。若离于邪见，纯修净信心，乐开示三乘，亦供养诸佛，永脱诸恶趣。欲众贤圣者，具诸菩萨德，逮得最上智。忏悔两舍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，两舌伤害无量众生；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两舌伤害无量众生。以此为因、为种、为根，招感五种必备坏法。一者招感身藏被坏，二者招感眷属被坏，三者招感信心被坏，四者招感污补久坏，五者招感常被破坏一切善事，招感外报。大地不平，峻崖险谷，诸物杂菜，诸种苦报，实难受起。仰仗师佛三宝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消除，众业清受。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忏悔管制，恩师言。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了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一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，管制伤害，障碍无量众生得好；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毁佛毁坏佛像，灭法篡改佛经，管制各自心理及学佛大众轻佛慢法、轻思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，多种苦报实难受起。仰仗师佛三宝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消除，众业清受。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
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真法。南无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真法。那么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真法。那么归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真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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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阿弥陀佛。那么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归依阿弥陀佛。
那么皈依宝性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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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皈依波陀摩胜佛。那么皈依波陀摩胜佛。那么皈依波陀摩胜佛。那么皈依释迦吼佛。那么皈依释迦吼佛。那么皈依释迦吼佛。那么皈依毗婆尸佛。那么皈依毗婆尸佛。那么皈依毗婆尸佛。那么皈依宝胜佛。那么皈依宝胜佛。那么皈依宝胜佛。那么皈依宝相佛。那么皈依宝相佛。那么皈依宝相佛。那么皈依迦叶床佛。
那么可以加上重复。那么可以加上重复。那么可以打通三王府。那么可以打通三王府。那么可以打通三王府。那么可以未来弥勒尊佛。那么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那么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那么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皈依普贤菩萨。那么皈依普贤菩萨。
那么皈依普贤菩萨。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皈依地藏菩萨。那么皈依地藏菩萨。那么皈依地藏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本师，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具足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
佛说十圣业道经云，若离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。一者招感得不坏身，无能害故；二者招感得不坏眷属，无能破故；三者招感得不坏性，顺本业故；四者招感得不坏法行，所修坚固故；五者招感得不坏善知识，不狂惑故。若人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得正眷属，诸魔外道不能举坏。是故发愿，尽未来际不行两舌，伤害一切众生，以何甚也面对一切众生，祈求是否三宝寿寿加倍，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，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。特别是人智慧的忏悔，清清净的忏悔，有目贵的忏悔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甚众。祈求法界一切众生，十个因、十个缘、十个果，速得消除；十圣因、十圣缘、十圣果，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尽感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除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好，今晚礼佛忏悔的活动到此，感恩诸位，随喜赞叹大家如理如法礼佛忏悔的一切殊胜功德智慧及能力。好，默许停止共享放慢。